那么数学怎么录？他怎么录还有个问题。雷怎么？我自己呢，我叫贤生林，是贤士金融公司的创始人。在加拿大移民加拿大呢，已经是近17年。从事这个保险理财业务呢，现在有16年。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兴趣的问题？ So you are new immigrant. So how do you integrate yourself into Canadian society? New immigrant, no matter how long in Canada, we always encourage them to integrate them into Canadian society. 他说英语，我是说英语也行吗？随便，因为没问题啊。也就是说，作为华人社区，不管移民过来，都是想尽可能要融入主流。但是融入主流，首先我们自己要发展自己，壮大自己，才更有利于融入主流。可以简单介绍你的移民生活的体验好不好？一个人的。哎呦，今天不知道你就给我2分钟时间，还给我1分钟时间？没问题，我多给你1分钟。OK， 快。也就是说，这个移民来了以后，每一个移民到加拿大的移民，不管从任何国家来，都有一个梦。当然，我也在内。所以从移民来加拿大以后呢，都奔着一个梦想，奔着一个理想来到这个国家，都要奔着自己的发展去创造一个前途。首先我们来的时候非常艰苦，当时加拿大的失业率在14%多，也就是说14%都没有工作。我们来了以后再自己去打工的，尤其自己的专业不对口，是一种我学的是外语系，那么这样的话再去找个专业很困难。我经常跟别人说，我说咱没有专业，一个加拿大的3岁小孩说的英语都比我说的标准，所以怎么办呢？但是我们有其他的长处，要发挥长处。那么走到这国家呢，尽可能想办法让自己去适应这个社会，而不是想办法叫别人来适应你。所以我就经常说什么呢？我们像泰山上一个松树一样，那么它找一个小缝，它也可以扎进去，也可以长得郁郁葱葱。那我们来到加拿大这么肥沃的土地上，当然更有我们生长发展的机会。所以说来加拿大刚去创业，我是做自行车进口化这个开始。后来呢，自行车季节性的工作开始，冬天就没法做，所以这才做到了保险这个行业。所以我们这个行业都说，保险这个行业都是不是准备要做的，都是偶然的机会做到这个行业的。现在做的16年来呢，我们应该说为广大华人社区的这个安全和保障，我们提供了不少的服务。你个人觉得华人媒体对那个申请移民啊，对华人移民影响怎么样？媒体，任何媒体都是一种舆论工具。我觉得华人媒体的话非常重要，在这个华人在这里发展、沟通，作为一个平台的互相交流，我起了一个纽带作用。所以这个一定要支持这个华人媒体，希望这个华人媒体呢，将来在发展成熟，成为一种主流媒体中的一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作为企业更应该有义务有责任来支持这个华人媒体的发展，这本身就是支持我们华人社区的发展，融入主流的发展。